七年一生，你懂吗？听不懂，所以没表情。我很专心，甚至很好奇。讲不听，那就少说一句。我的安静，不想打扰你。没解释，非要个究竟。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。问题是谁更看什么看呢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、哦。我不管你们看到什么，要让我听到有人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你猜我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啦。嗯，乖，看你这么怕事的样子，你也不敢把我事情说出去。因为啊，你会怕我不小心把你跟那个老师的秘密说出去，对不对？你好啦，你就当交个朋友，交换个秘密嘛。我不会把你的事情跟别人讲，你也要帮我保守这秘密。还要考虑吗？答应你就是了嘛。嗯。李子薇，我们交换秘密就是朋友了，你应该不会出卖朋友吧？我叫怡萱啦，我们就想这两天办 party， 这是给你的邀请函。我这里没找人啊，那你找我去，该不是想劝我进拉拉队吧？可以的话，当然是最好喽。哎呦，你先来再说嘛。看看吧。看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考虑，
等我决定了再说。那我要怎么知道你决定好了没？电话。交换啊。嗯。你一定要来哦。要不然会很多人失望哦。安同学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过来啊！你是怎么样啊？不好就来看书啊，跑出来发传单，有这需要吗？教官，这么巧？嗯，给你一张吧，我看你也挺需要的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？哎呀，大人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也不需要还我啊。给人家给人家了，还抢回去的。那你没事的话，那我去那边发传单喽。不要违反校规哈。哦。摇头什么事情？哎，教官，这个不是传单哎，是我的私人邀请函哎。对不起，摇头走自己的路，拉拉队和狂欢之夜，什么路啊？安详路。办吗？干嘛今天就来找我？我们是想说，林慧香不是很巴黎吗？那巴黎的事就麻烦你帮我们转告他了。嗯。可是他说他不想再听到任何一件关于拉拉队的事情哦。你看吧，我就说跟死猴子根本就不信我们拉的。雅丽，不会啦，他只是心理障碍，只要我们耐心一点。他一定会到的 ，Captain。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，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帮这个忙的。真的？那谢喽。嗯，不用谢我了。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想请你当我的女朋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当我的女朋友。啊！你干嘛咬我？行呢，很痛哎。谢伟翔的事啊，不用麻烦你了。还有，像你这种心术不正的男生啊，就算你想进入拉拉队，我也不收。再见，走。哎，伟翔。你干嘛拿你的热脸去替人家搂屁股呢？有没有看到人家一脸不爽的样子？伟翔，我们拉拉队这个周末办 party， 这里有邀请函，你是拉拉队的人，一定要来哦。宜轩啊，对不起，我这礼拜有事，我想不能去吧。哎呀，算了啦，人家都已经自动退社了嘛。以后的生活可真是多彩多姿了，他还有时间理我们拉拉队的事？我想，你就抽点时间过来一下也好啊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去怪无聊的。对啊，像以前拉拉队一样，大家吃吃喝喝，不是很好玩吗？有什么好玩的？
一定很无聊。时间到了，我要先走了啦。烂猴子，真看不惯你这些男生。哎，要不要一句话嘛？有那么难吗？扭扭捏捏的，一点都不像男孩子。谁那女朋友啊？谁倒霉了？乱哈拉，你真的很不懂男人呢、欸。我承认，男人真的很难懂，他们连自己在干嘛都不知道，遇到事情只会逃避。有同感，我的好姐妹。所以你们怎么说 ，Captain？ 虽然说你不欢迎我去，但是我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，我说会去就是会去。至于伟翔呢，我会有办法让他去。我想跟随自己的第六感。到底在撸什么啊？你以前在跳啦啦队的时候，不是常跟我说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吗？难道你都忘了你以前对啦啦队那份坚持啊？不要劝我了好不好？色胚，要不是我想更接近雅丽，你会回来劝我回啦啦队吗？哎、欸，好歹我也算是你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亏我。去参加那个 party 追舞雅丽，只不过是我的目的之一啊。我还是打从心底希望你可以恢复到像以前一样的你，那样很快乐的样子。看你变成阴阳脸，我受不了，怪他做朋友。我离开啦啦队后，真的和以前不太一样吗？判若两人。说真的，我也不喜欢现在的我啊，我也好想回啦啦队。可是我一看到宜萱和雅丽，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愧疚。活该了，啦啦队里面又没有人赶你走，你干嘛这样折磨你自己？这个 party 刚好是个机会啊，也许可以透过拉 K 开饭，大家一起嗨，什么解决不了的误会啊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哦。你在胡说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啦啦队可是个阳光健康的团体耶，怎么可能去碰那什么拉 K 啊开饭的东西？他们如果敢嗑药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再回去那个啦啦队了啦。看吧。我就知道你打从心底就还惦记着啦啦队的事情，经我这么一说，不都全表现出来了吗？为了维护啦啦队的声誉啊，这位正义之士一定得去阻止他们做出什么傻事情来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万一他们如果没有做坏事的话，全都是我们猜测的，那不就丢人了、啊？丢不丢人？明天到那边见机行事，不就都知道了吗？哎、欸，久等了。就吃过摇头丸、欸，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是可能的、啊，不可能。那为什么你对那些东西的代号这么清楚啊？古代人吗？网路无佛界，你说不知道的。哦，伟翔一定会回来的、啊、他又不是冷血动物，再说伟翔啊，他和我们是有感情的，跟那种人不干净啊，浪费生命。雅丽，我觉得你身为队长应该主动劝劝伟翔吧。嗯，又不是没劝过。哎，你没看到他那么死样子吗？我真搞不懂，哎，为什么现在的男生比女生还难搞。对，我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们现在除了伟翔啊，还有四大天王。哎，我们要想什么办法把他们四个人都说服，把他们四个人全部都驯服了。你不要再发花痴了行不行啊？天哪。哎，你让看啦，他们四个人各有各的特色，都很吸引女生。哎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我真的很想把他们四个人全部都包起来。大织女哦，你也要有胃口吃得下。哎呦，这些人怎样？他们是在耍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我？雅丽，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不行，我就不相信不能把他们四个人凑齐。
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教官。但我知道的是，亚历现在气得头在痛。头痛啊！我正好身上有止痛药，你要不要吃一颗？来，谢谢教官。教官，这是什么药啊？颜色怎么这么漂亮啊？那是我朋友帮我从国外带回来的。喂，李子薇，没想到你会来。李子薇，干嘛来了不进去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么气馁嘛！那些臭男生不来啊，我们可以自己玩呢、啊。可是教官啊，我们今天办这个 party 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来，然后把他们全部都拉进啦啦队里面。哦，他们现在不来，这个 party 就白办了嘛。啊，对了，我去放音乐。好，大家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。欢迎你！哇，杨宝月，月，千万来听听。那头狸猫，一直拉着我问，说来怕你是在哪里？事情不好了，要是狸猫教官知道你们要办 party， 一定会来抓的。哎，拜托，现在都21世纪嘞，年轻人办 party 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问题是那个林教官他一来啊，就会把大家气氛都给搞坏啦。对，他要问我。我们是不是要办摇头 party？ 摇头 party？ 怎么可能啊？对呀，肯定是搞错了吧？啊！他一直看到这样邀请他。啊！管他的，反正我们也没有要摇啊，要来就让他来。教官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右前啊，先去把门关上。开门！摇头，要摇头，问过警察就摇。开门！Thank you.
频教官林旺，你会是色狼吗？我就是说嘛啊，学妹啊，你身为教官，你不以身作则算了，你还带着学生在吃摇头丸？啊？凭什么说你吃摇头丸啊？对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好，我暂时别动啊。哼。这会儿人赃俱获了吧？啊！拜托，那是……学长，你误会了，这不是摇头丸，这是……不是摇头丸什么？现在有什么话，你的校长室说。我想跟随自己的第六感。那个拉拉队的吴雅丽啊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啊！她开摇头丸，你吃摇头丸，结果被我抓到了。有这种事？嗯，这边坐。啊，哎，小子，你不晓得，我是追他这个开的 party 啊，哇塞，搞得我一头。坐坐坐。啊。被你抓到了。嗯。你真的看到他们在摇头吗？对，千真万确啊！我还有收到证据啊！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找他们来对质嘛。佩奇教官跟啦啦队员们已经来找过我了。啊，好，这小鬼，他恶人先告状啊！报告，请进。班长，佩奇教官，你来的正好，来坐坐。校长好。校长好。好，你们也来了。你把啦啦队的邀请函给我。林教官，这是你从右前那儿看到的邀请函。啊，这个也是证据啊！你把这两个邀请函对照一下。这样。没问题了吧？有，这个才有问题呢。凭我多年办教育经验啊，这些学生啊，坏透了，个障眼法、啊，哎，故意这个声东击西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你看，我收到一包药。教官呐、啊，那根本不是什么摇头丸啊。嗯。对啊，况且我们又没有吃。好了，你大家不要冲动，反正它不是摇头丸，时间会证明大家清白的。啊，如果说嘛，你们没吃，对不对？一个正当的活动，为什么不找你们好教练一起啊？这分明就是有鬼。报告，请进。好教练，来坐，你们也坐。校长，我听说这件事了，我特地来关心一下。好教练，你来正好。你的学生啊，在外面开摇头 party， 吃摇头丸，吸毒啊！哎，你要是不管，那就我来管了。报告校长，当时这群女生正在做脸，教官突然猛按门铃，开门后又开始大吼大叫的，就算是女生也会害怕。对啊。所以这算是自我保护。奇怪了，你不在现场可以讲到绘声绘影、身临其境吗？你不在现场，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啊！我是听姚丽说的、啊。你们女生连这个都跟。校长，我看啊，这件事情啊，绝对有鬼。教官，如果你不信任学生的话，我建议验尿。验尿？教练，难道连你也觉得我们有嗑药吗？吴雅丽，好教练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想用更明快的方法来解决。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大，不过为了厘清疑问，夜尿我赞成。好啊，那就夜吗？不过教练，若是夜尿的结果证明我们并没有嗑药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恭喜你们是清白的。好了，就这么办。教官比较虚了，他尿不出来。我们不是婴儿，那你给我尿啊！我们参加派对，为什么夜尿啊？哦，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，给我吃什么摇头丸？那等会儿。
既然没有人承认嘛，哈、啊，那就害大家一起受累，过尿。教官，你不要在外面走来走去好不好？这样我们真的尿不出来了。尿不出来啊？好、啊，那就算了啊。这里给我换，继续尿。笑什么、啊？教官，嗯，你刚才在这里啊，很难尿。哼，对啊，我也是。不要啰嗦，我继续尿。尿就我尿到尿出来为止，时间不够啊，我帮你请公假。哦，哎、欸，李子威，你有没有参加 party？ 你跟着尿什么？我高兴啊，怎样？啰嗦什么啊？你还凑什么热闹啊？比高矮啊你，出去啦！出去啦！这样啰嗦什么尿啦？教官，我尿不出来可以走吗？可以啊。啰嗦什么？回来，我冲水。教官，没尿你冲水啊？尿出来，继续尿。我们不但没找到新进队员，还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怎么办呢？找不到新队员，就让好教练去找啊。反正到时候要是拉拉队成不了军呢、啊，他的工作也会丢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啊，那我们拉拉队还跳不跳啊？当然跳啊！我只是要让好教练待不下去。真搞不懂。上午不用找上手。好了，给你们一个机会教育，签收益满招损。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。教练，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没有嗑药的话，那我对你很失望，根本就不配当我们教练。我当然相信你的学生没有吃，但那又能证明什么？这是唯一能证明你们清白的方法。不管你们服不服气，不信才是最重要的。记住，我和你们永远站在同一边。大人就只是说好听的话。姐，你这次麻烦大了。你是说拉拉队开 party 那件事情吗？嗯，听说家长会那边已经知道这件事，而且还提出说，如果拉拉队队员真的有吃摇头丸的话，就要解散拉拉队。我相信他们是清白的，事实会还给他们公道。阿静，现在学生花样很多，然后你又跟他们接触不久。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更了解他们吧。身为他们的教练，就有必要相信自己的学生。我有信心，绝对不会让拉拉队解散的。好一个热血的老师，好久没看到这么有冲劲的老师，赞！我支持你。姐，不是我要泼你冷水。有时候光凭你的信心是不够的，总有一天这些学生一定会把你的冲劲和热血消耗殆尽。你说的没错，你对这些学生太好的话，他们只会认定你是个好欺负的老师，他们不会感激你的。你们是怎么当老师的？教育不是工作，而是个责任。学生和老师之间最重要的是互信。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会尽我的全力保护我的学生的，绝对不会让拉拉队解散。我怕，我怕验尿结果验出来说我们有吃摇头丸的话，怎么办啊？
你有病啊！我们那些什么也没做，怎么可能会验出什么？哎哎哎，那很难讲哦。新闻报道上面不是也常常说，有很多明星啊，他们晚上去 pub 玩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偷偷被下药哎。他们都说自己什么只有吃安眠药啊，结果验尿验出来的结果，都说他们有吃摇头丸哎。对啊，雅丽，你那天不是还吃了娇恩给你的止痛药吗？你们两个织女啊！如果呢，你们今天怀疑别人的话，我没话说。可是现在这个人是佩奇教官哎，他怎么可能做出什么知法犯法的事情来？可是，没什么好可是的啦，我们没吃就没吃，怕什么？喂，喂什么喂啊？没名字了吗？我叫吴雅丽。你在来搞什么鬼啊？吃什么摇头丸？好好拉就被你搞一身臭名，吃哥吗？我们原本也只想找你们进拉拉队啊，谁知道会惹出这样的麻烦，对不起。逸轩，你干嘛跟他说对不起啊？如果我说没有的话，你会相信吗？既然不相信的话，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多问解释啊。我本来就没有去参加你的 party。现在被你们搞到还要去验尿，难道不应该道歉吗？真金不怕火炼，如果是清白的话，怕什么验尿呢？最好是没有人嗑药啊！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，也希望你们不要破坏我人生计划。啊！嗑药这种事情是不可以乱讲的。但是那天你没有去参加 party， 你怎么可以乱讲话？对啊，同学，你没凭没据的，不要乱栽赃啊！是啊。真奇怪，就算我们拉拉队员嗑药，好像也不关你的事吧？当然关我事啊！我是痛恨美丽身为一个运动选手，滥用药物，而不好好爱惜自己身体。你要是有一次摇头丸的话，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这种不自爱的拉拉队而已。哦，我倒差点忘了，你是我们学校的田径校内代表嘛。不过呢，我劝你不要太自命清高。就算我们拉拉队员因为这次的事情，我全部都会退学，也不会拖你下水。这可是你说了，最好能说到做到。我们同在一艘船上，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是吗？少来，谁和你同在一艘船上啊？我不是你拉队的人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哎呀，算了啦，跟他多说也没有用，我们走。喂，拉队的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别以为现在女生好欺负哦，尤其是拉拉队的，更不好惹。我的事你少管，又不是你马子，凑什么热闹？怎样啊？你拽什么拽啊？又想打架是不是？要打架你还早一百年嘞，小鬼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不会轻易让别人看笑话的。打架？你连个吴雅丽都斗不过，还想跟我打架？啊？省省吧你。你懂什么？哎，你太弱了啦。这么烂怎么跟我打、啊？喂，你给我小心点！我想跟随自己的第六感。嗨，静，嗨，哎，你怎么吃泡面？只是突然想吃泡面而已。你想吃什么叫康总监帮你做就行啦，不要吃这个嘛，想变成木乃伊啊？要吃这个。康总，帮上两杯饮料先，好吧？好，马上来。谢谢。静，我有事要问你，你是不是还在为邵凡的事情烦？不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是我知道邵凡跟你会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的话，我就不会答应佩奇让你去当教练的。爸，你不要乱猜了啦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哦，真的？你没有骗我哦。哎，那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这么烦啊？来，郭总，饮料。哎，谢谢。大姐。
我适合当老师，当个称职的教练吗？怎么了？这一点都不像是我们家郝静会说的话哦。你一向是很有自信的，这么一点小事情，你怎么可能做得不好呢？我本来是那么认为，但是我突然发现，学问很好教，可是要让学生100%的相信你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嗯，其实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好爸爸，但是当责任来的时候，我能够拒绝去做一个爸爸吗？爸，在我心目中，你一直都是个好爸爸。静，听我把话先说完。虽然做了20几年的爸爸，但是直到现在，每一天，我跟你还有郝美都在学习，而且都在一起的成长。你们也在教我怎么样做一个爸爸。其实静，做老师不也是这样吗？你的意思是要我和学生一起成长，一起学习？没错，人呢，因为常常有些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学识的背景，所以常常放不下身段，把其他的人分为不同的阶级，什么上级啦、下级啦，这些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的疏离，而且更加的复杂化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真的懂了？当然了，就像你和我们一样啊，我从来没有把我和妹当作是你的女儿，我们就像朋友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对，这样下去还得了？父不父，女不女的，伦常武纲都被破坏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才会越来越多，这都是因为我们教育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。妹，有这么严重吗？那还用说？你不知道，姐才来我们学校几天，那群拉拉队的学生啊，就一个一个爬到她的头上，还叫她当众表演体操，哎，害她受伤，分明就是想当众给姐难看。静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嗯、爸，他们只是对我好奇而已啦。我当他们的教练，本来就应该秀一下自己的体能给他们看的，没有美术那么严重啦。姐。就是用你这样放纵学生，他们才会背着你开什么摇头派对啊？什么摇头派对？嗯，没，事情还在调查当中，因为我表示他们去摇头玩呢、啊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那么大惊小怪的。姐，你到底了不了解事情的重要性啊？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，万一查证属实的话，肯定影响学校明年招生。你说学校会不紧张吗？明白了，看来还是不适合当教练。哎，静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吃饭了。不过，我想一个人好好的想想，看自己以后应该做什么事情。静，妹，怎么搞的嘛？你姐刚刚才决定要认识上一个好教练的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担心她练少凡在学校旧情复燃，所以才故意打击她的？我哪有，爸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说是我的错？难道姐都不能有错的时候吗？妹，我从头到尾没有说是你的错。可是你的心里一定是这么想。妹，哎，这两个女儿怎么搞的？觉得我吃泡面的男人到底值不值得我爱啊？相信我了，等我有能力娶你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吃泡面。真的假的？多少时间？要给我一点时间呢、啊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3分钟时间到。3分钟？还给我3分钟？什么这么短的时间？开玩笑的啦，心情泡好了，别那么紧张。我就是喜欢你这傻样。快走。香哦，对，Let me let go.
刚才还吓了我一跳，我以为我因为太穷了你就不想理我。如果你这样说，你会愿意去留我吗？如果你因为我这句话而改变自己，这样以后才有保障啊。哎，你看这什么？一颗心呢？它代表我的心。你拒绝啊，你还给我是吧？我也要吃了。好了，我问你，你看竟然打给好妹找好静，这样做会不会未免太过分了？爱真的很奇怪哦，我爱她，她却爱你，你却爱上另外一个人。你不会这么小气的、啊？帮不帮忙一句话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如果你能办到我们现在开出的两个条件，以后我就不再找你妈了。你自己好好保重喽。我们是男人，应该要主动。请你接受我的爱。有人来了，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以后每天早上带队跑操场3000公尺。好啊，3000就3000。7年医生，你懂吗？相信柔软，相信直觉。